红沙沙，白嘎嘎，吃完你就汤爸爸，汤爸爸水滚滚，然后你就买沙沙，买沙沙苦哈哈，全村一起吃饭饭，吃饭饭又沙沙，吃完全部汤爸爸，汤爸爸苦哈哈，我来帮你们买沙沙，全部一起疯嘎嘎，疯嘎嘎，来年一起当沙沙，嘿嘿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老魏，我现在在云南省楚雄州。云南呢有300多种可食用的野生菌，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呢，正是集中上市的时候，怎么能吃野生菌不脚踩棉花眼前冒小人儿呢？跟着老魏，老魏带大家去野生菌的这个市场，我们一起认识一下可食用的野生菌。这个应该是黑牛肝菌，我也不是很认识啊，我们只能是问老板才知道啊。这是黑牛肝菌是吗？不拿它不拿。这品种太多了，基本上我们都不认识，我只认识牛肝菌，牛肝菌以外。这个在干嘛？这要多少的？五十。9块1两。前面是8块。9块1两。对。啊。前面是8块1两。这个是什么菌来着？这个是青头哈，80块1斤。80块1公斤，四斤一斤还可以。那个100。对啊。这就是牛肝菌啊。这个便宜是吗？50块1公斤，好多呀！这个品相好，这个肯定贵。品相好的12块1两。12块1两啊，这个就便宜哈。便宜啊！这个几块？8块。8块1两。我从8块1两。看到哦，这有鸡胸，但是它已经打开了。这个打开的鸡胸就应该便宜啊。这是鸡枞吗？这个多少钱？200块1公斤。200块1公斤。嗯，这样的小蘑菇采起来可太费劲儿。这俩是一样的啊，这个要贵一点。小一点。这个烤着吃，这个煮汤，我觉得正合适。嗯，这个也是鸡枞。这个要贵哈，这个得几百，400多块。这是没有打开的，这个是已经打开的。这个可真大，这一个就得1斤。这不是牛肝菌哈，这个是红牛肝。这是红牛肝，这是黑的。对。这个呢？那是葱苋。啊，葱苋。在他们的生活里边，这个菌子的话已经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，其实它就跟我们去买土豆是一个感觉的。这是黑牛肝菌啊，这个怎么吃呢？炒吃。炒着吃还是熬煮汤？炒吃，炒吃抓盐。这买菌子的人还是非常多的，一直在过来。看着我真的有点心动，我都想买一些回去煮汤喝，放一个炖一个小鸡。哦，这个品相好一点，是60。你没做几个？嗯。都去头去了吗？还有几个？80块1斤。这个便宜。这个30块。这个30块。嗯。差不多。嗯。所以采的时候还是要遇到这样的值钱吗？哎呦，
但是这个在山上采的不一定全部这个样，就是对你碰运气了就看你、啊、小的时候看不到的看到都大了，看到都大了、嗯、这得眼神好、嗯、这个贵啊，嗯，这个三百多，这也是牛肝菌是吗？啊，真的菌。像这样的都便宜哈，好贵的就是这样的，还有这个鸡枞。这个也贵。这个也差不多，这个65块一公斤了。啊，那还可以啊。啊，这个这一个便宜。牛肝菌都便宜。嗯。今天不早，我是跑去的。一直等，一直。好，你是最好吃的，是不是？就比较好吃，最好吃的价格是。不能那么少的，我们吃呀，炒着吃着太少了吧。你要煮火锅，一样放点，一样放点，好好吃。我们那个齐心的甜心的可以。确实，这个菇的香味特别香。嗯，20不贵。人家你去找那个找的找不到，你去找这个找就可以吃了。就他们采那个采不到，采到都是这个，那个比较难找。现在都是吃镜子了，是对了，是啊。反正你们吃饭了。你买这么多菌子，这个怎么吃呢？就是喝没关系。这个是，这个炒着吃啊。嗯，一直是这个呢，这个是。这个也炒着吃，啊，这个也炒着吃嘛。嗯，这个挺好的，直接炒就行。你炒的油锅多的，大抓锅的，那个那些水嘛就是。比肉都贵，你们吃买菌子不心疼吗？哈哈哈。我就是吃的鸡。到这个季节就该吃这个了。